然後咧，我哋張相咧，佢曬完出嚟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揀個位置貼上去啦，或者帶翻屋企。我貼最高，一咪貼最低，我唔要咁顯眼地高。你貼喺嗰個位啊嘛，嗰、那個位，嗰、那個位。生日快樂！好，我是曾小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正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海岸城购物中心这里，是一间非常之网红打卡，很漂亮，整埲墙你看看，我全部墙都是石石墙的，全部墙上面都是很特色的客人啜啜的画面，所有都是那些相片来的，就叫干杯。这间是一个又好吃又好玩，兼且它八点钟是有个特别 special 的节目的，转头八点钟就跟大家揭晓了。好，首先就教一下大家怎样来这间店铺的路线先。如果大家在这个深圳湾口岸过关的话，就可以打车过去，比较方便啦。如果坐地鐵的話，就可以選擇坐呢個二號線或者係十一號線到呢個後海站嘅東一出口。出到嚟之後，往左手邊行上天橋。呢間鋪頭咧，佢係一個主打日式嘅，其實入嚟個氛圍咧，嗰埲牆咧，真係令到我感覺非常之驚訝。佢由個地板咧，去到個頭殼頂天花板咧，都係呢個啜啜嘅畫面，即係有啲我第一次見到呢啲畫面，但係非常之好打卡。啲客人咧都好願意分享自己嘅肖像權擺喺呢一度咯。連個天花板都係啊，佢點上去啊佢？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試一下它這個二人套餐裡面的嘢食先。另外還點了一份燕翅牛扒，這裡的工作人員都非常好，全部都可以幫你燒，人手在旁邊服務你的。這個是雙人餐的份量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，還送了兩杯嘢飲的，可以必先。另外我們還叫了一些散牙的轉頭先上，反正你看到這裡影的就是二人餐的份量。咁啊，好似去咗日本咁啊，呢度好舒服啊。呢杯酒好饮喎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试下啦，试下佢呢个饭先啦，等咗好耐，已经冻咗成撇嘢咁样。佢呢个饭咧，佢系用咗两种芝士去整嘅。两种芝士系两个口感啊，一个芝士系比较拉丝咁啊，一个芝士系溶嘅比较香咁啊。OK， 呢杯飲品都非常之好飲，天麗主題，佢係一個用呢個綠茶做基底嘅一個調酒，好清啦，唔係特別甜，我比較中意飲。我咁李味咧比較清淡啲，試下呢個石鍋烏冬先。哇，呢個烏冬好好食喎！如果飯同烏冬，我會揀烏冬咯，就比較嫩啲、暖胃嘅。温泉蛋配牛肉，就加埋牛腸都好食。個烏冬咧都係煙煙韌韌嗰種日式烏冬，有口，非常有口感。試下呢個烤牛舌啦，個台面上咧就有好多嘅醬啦，咁大家咧就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，或者小姐姐同你講翻話佢比較啱邊一隻醬。因為牛舌咧入面包咗葱啊，食落去咧好鮮啊嗰陣味，就可以飲翻啲檸檬汁咧。去解膩啊！因為咧豬頸肉，同埋飲翻啲燒肉汁。我係非常之焦香，好食啊！雪花牛啊！雪花牛啦，牛煎雪花牛。哇！晶瑩剔透啊，佢嚿肉。試下呢一個極辣辣醬先，極辛辣醬。
一啲都唔白，但係好香咯。嗰個牛嘅脂肪係逼出嚟嘅，好正喎、啊！我最夾咧，其實啲燒肉咧都係加翻個檸檬汁最好。哇！呢個係招牌嘅鹽切牛扒。哇！現場切肉，現場磅重啊！咁就按克數去計嘅。佢依家咧就打緊呢個66折啊！咁呢個250克啦，每一克咧就係一個半嘅。咁再打埋呢個66折咧，轉頭話俾大家知幾多錢啊！寫喺個屏幕上面。然後咧，小哥哥咧就會攞個針啦去刉翻啲肉啦，等到佢鬆軟啲，轉頭咧燒嗰陣時咧就比較好食啲啦。呢一個牛扒今日咧係 M3 啊！都好靚喎個等級，哇，勁多油脂。呢個淡淡的那個牛肉香好吃嘞。好，那我們來方便囉。好的。哇！加沙司。試下呢個牛扒先。好正。嗯，佢雖然是 M3 啊，但佢個牛味非常之濃郁。個牛排咧，佢係燒到有56成熟啦，然後入面就係爆汁噶啦。個黃芥末咧就有少少酸酸辣辣地咁樣，非常之開胃。我比較中意呢個黃芥末多啲。你又可以咧加埋個生菜咧包埋一齊食。OK 喎，好味喎，一個係必嗌噶咯，我覺得。哇！試下佢呢個另外燒嘅油脂係咩感覺啊？哇！有啲似嗰個。豬肉乾嗰個咧，豬肉渣咁啊，好好勁啊！陣味真係勁好食，如果中意肥嘢咧，即係一定要試下。好香，啲油一撇出嚟。我哋食牛扒都係要趁熱食，快啲食。哇！試埋最後呢一個肉啦，咁咧小姐姐就話咧一定要加少少呢一個生菜包埋一齊食啊，加埋個泡菜先。超勁，超肥，勁正，入口爆油。佢呢個黃油雞腿肉咧，個黃油咧就係另外去整溶佢噶啦。然後咧，個雞腿肉熟咗之後咧，就可以攬啲黃油食嘅，即係攬啲牛油嚟食，咁就比較增香啊，增添一種牛油嘅風味。最後咧，試埋呢一個甜品啊，好得意嘅焦糖布丁啊，好硬喎，佢勁結實咯，呢嚿嘢畫出嚟。呢個好濃郁，好好食喎！我呢個布丁咧，做呢個套餐嘅埋味真係非常之好，勁香勁濃嘅嗰種，即係 cream 啦、雞蛋啦、蛋黃味啊，再加埋牛奶，勁濃郁，三種材料混合埋一齊，好正，好面好滑咯。原來呢度咧喺大眾點評收藏打卡咧，都會送翻焦糖布丁一份，這個超好食啊，大家可以試一下。呢間鋪頭咧，唔單止嘅味道非常之好之外咧，佢現場氣氛咧都係非常之大嘅一個賣點嚟嘅。大家都見到咧，我哋背後咧成埲牆都係豬豬牆啦。呢一個活動咧就叫做親親就送牛五花，大家錫十秒鐘啦，然後俾佢哋影張相，咁咧就會送你一碟肉啦。快上來，又快上來啦！不妨借給我看看，是我們場中最令人非常可愛的情侶檔，要來挑戰我的招牌遊戲《金雞五花肉》。等一下，怎麼行動？等一下。接吻十秒钟，接吻是嘴对嘴碰在一起十秒钟，马上可以获得一盘好吃的九五八或是五五八呢。两位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呢个靠我嘴得翻嚟嘅牛五花。我都幾好喎，佢品質。咁就啜啜十秒鐘，你就可以換到啊！如果隔離有條女，我就啜咗落去啊！我嘅閨蜜啊、兄弟過嚟咧，為咗啲份肉咧，可能都要啜落去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張相咧，佢曬完出嚟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揀個位貼上去啦，或者帶翻屋企。我貼最高，一萬貼最低，我唔要咁顯眼地方。你貼喺嗰個位係嘛？嗰、那個位，嗰、那個位。因为呢啲位置，贴在那个位置，大家如果过来见到的话，就是我们来的。一家人过来都可以跟自己小朋友这样嘴的嘛，这都是爱的表现来的嘛。张相来了，
哇！我哋笑到幾尷尬個樣，好似打機兩個口都係空嘅，點錫喎？咁另外咧，仲有呢一個猜拳贏飲品啦。到八點鐘嘅時候咧，就會有一個主持人咧過嚟同你每張台咧做一啲慶祝啊、乾杯嘅動作啦。如果你今日咧係同屋企人嚟嘅，就祝你哋即係屋企人團聚、團圓、快樂咁樣啦。如果係情侶過嚟，就祝下你哋幾多週年啦、啊，一齊咗幾多日啊咁樣，比較有儀式感啲嘅一間餐廳咯。咁然後最特別嘅咧，我仲見到咧係有呢個生日贈送燒肉蛋糕喎。如果係你生日正日咧，憑住你張身份證過嚟同店員出示翻咧，佢就會送你一個燒肉蛋糕，無論你係幾多人都好，佢都可以送到咯。即係如果我自己係個獨 L 咧，我自己一個過嚟都可以喎，而且唔需要提前預約。呢一點咧，好多鋪頭做唔到，我非常之 buy 佢呢一個劍力啊，呢一個噱頭，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。生日快樂！耶！我吹蠟燭。耶！非常之開心咯，會好想嚟呢間鋪頭慶祝下。如果你係八月份暑期生日嘅小夥伴，你可以憑你張身份證入嚟，請所有人食飯，然後打個75折咯。無論你幾多人咧，嗰一台嘅成張單都可以有75折啊，非常非常之優惠啊！所以大家如果係八月份生日或者暑期咧，大家想嚟呢間鋪頭咧玩一下呢個石石送五塊嘅話咧，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值得推介嘅。呢個八點鐘嘅乾杯活動咧，亦都有日本人所講嘅一種一期一會嘅概念啊，即係呢一世咧相同嘅人事時地物，只會有一次，每一次咧見面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難得，係一個新嘅開始，所以就值得乾杯咁嘅意思啦。乾完杯之後咧，就每人咧都可以送一杯嘢飲啊。咁我哋呢個係水果茶啦 ，OK。甜甜地幾好食，唔怪之啱啱我小姐姐講嘢咁有台味啦，係台妹嚟嘅原來。我覺得佢活動咧簡直多到我完全睇都睇唔曬啊！咁啱我哋過嚟呢一日咧，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啊，咁啊9:30咧仲有呢個乾杯啤酒王大賽啊，咁就現場報名就得噶啦。咁獎品咧就有波士頓龍蝦啦，同埋一大箱嘅阿沙奇啤酒啊，非常之熱鬧。好地道啊，因為日本同台灣咧都係咁樣去走呢個燒肉風格。我喺呢間鋪頭，我係會自己再嚟多幾次嗰啲咯。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。今日嘅 MVP 我覺得係俾個牛扒，佢仲打緊66折喎，小姐姐燒得又幾好喎，個油嘅肥肉味啦，同埋個肉係分開燒切俾你嘅，嗰個牛味非常之濃郁。咁如果大家咧想過嚟食嘅話咧，都可以去翻大眾點評啦，佢有啲團購券可以買翻嘅，咁就更加抵食啦。最抵嘅就係呢個三啤酒50元有三杯啊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嘅話咧記得點贊、關注、分享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无尽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。